直看着我呀。我没有。我怎么觉得你长得像我一个朋友啊？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。转金丹并不能起死回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昨日来了一个恶霸，非要逼着红豆姑娘做妾，不然就要把她送到青楼去。今日清晨一看，她就死在房间里。那恶霸在哪儿？虫子，我们这种人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算了吧。我早就跟红豆说要认命，可我偏不信命。红豆呢？把红豆给我交出来！完了完了，他们来要人来了，怎么办？你再敢动邪念，我立刻就会知道你们的下场就如此吧。大侠饶命，大侠饶命。